什么人？明成。您的行李给您放这儿了。哎，好嘞，那我先走了啊。谢谢谢谢。我爹呢？啊，他本来跟我们一起来的，结果半路被人叫走了，可能有急事吧。我就知道会这样。那谁让你们家家大业大呢？你们家那一号当铺、百货大楼有几十家，就你爹一个人撑着也是不容易。那云城，咱们先去哪儿？先回你家。我爹也不在，而且我不想看我小妈的脸色，要不然咱们回医馆吧。好，小姐，那些东西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我找人安排好了。嗯，好，那咱们去看看吧。好啊，走走。棒哎！阿瑶，之后咱们姐妹齐心，中西医合并，共创一家跨时代的新医馆啊！啊，好！让开！人呢？楚天瑶，楚天瑶，楚天瑶，快！这怎么了？救救我爹！救不好，砸你们医馆！快！怎么是你啊？中风了，是不是血管堵住了？来，快，这边。快！没事了，幸亏你送的及时，现在没有危险了。太好了，没想到你有两下子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没想到这么多年不见，你变漂亮了，医术还这么高明。你少拍马屁了，就你刚才那个蛮横的样子，救不了还能杀了我吗？没有，我哪敢啊，我刚才不没看见你吗？而且我爹这是老毛病了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你凭什么冲着我们阿瑶大呼小叫的？瞧这天我告诉你，别以为自己是警察局长就了不起，你给我放尊重点。哎，你算哪根葱啊？敢这么跟我们局座讲话？你又是谁呀？我看在你父亲是市长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我跟你说话呢，弟家，是吧，上官公子？小姐，怎么了？今天病人不多，你们帮忙照看一下医馆，我要跟天瑶出去采药。云海市附近哪还有什么药可采啊？你们不会是要去迷雾森林吧？对啊，那里一般很少人去，肯定有很多药材。那可不行，听说那有让人伸手不见五指的迷雾，还有许多吃人的怪物呢，好多人进去都没有回来呢。这大白天的装神弄鬼的，哪有什么怪物，还说得怪吓人的。我们去去就会，别担心。行，前面快到了。好，林
小心点啊。哎，云长，怎么那么讨厌乔振天啊？他呀，从小就黏着我，非要我给他当老婆。他这种人就是被他黏住，就怎么都甩不掉了，特别讨厌。哎，那你不怕丁香说的怪物吗？怪物，我是学戏的，不怕这些啊！走吧，前面有条近路，我带你去吧。嗯，这迷雾森林还有多久才能到？就在前面，快了！哎，那是蓝莲花吗？对，走。哎，别去了，太远了。没事儿，你拉着我。拉好啊！嗯，你慢点，云城，脚慢点，没事。小心啊，小心！你放松点。星辰，星辰，星辰，哎，星辰，干嘛呢？这是，星辰，星辰，什么？哎，星辰，星辰。星辰，木来了，来找我呀，来找我呀，来找我。干嘛呀？时辰到了，赶紧，族长等着你摘圣果呢。我不去，要去你自己去吧。真有意思，我怎么能去呢？这摘圣果完成祭祀，继承族长之位，这是你少主的责任，我怎么能去呢？行了行了，别闹了，星辰，别闹了。阿虎，你说这种仪式有什么用呢？哎，要不你看这样，你帮我摘了圣果，当了族长，然后去月影。哎呦，我的少主，你就别开我玩笑了。
这族长还等着呢，你赶紧去吧，你不去我怎么交代啊？嗯，不行，那树林太危险了，我不想玩。再说了，这种规矩有什么用啊？阿虎，如果真让我当族长，我有一天肯定得废了这规矩。哎，别瞎说了，我当初让你学法术，你不听，你非得学什么医术啊？你现在好了，你要是听了我的话，你现在过那片树林，那不轻而易举的事儿吗？啊，不跟你说了，那我回去睡觉了。哎，这软硬不吃呢，你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哦。象征着百年一次的成果，如今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颗圣果的成熟。等星辰把圣果采回来，咱们把它制成药膳，与族人共同分享，大家都能长命百岁。大家都是托了族长的福啊。族长，祭祖法事已经做完了，少主可以去采摘圣果了。星辰呢？啊，未灭石虎带着少主去食人树林外等候，只要少主穿过食人树林采得圣果，那就算完成了祭祀。嗯，好，只要他能摘下圣果，我就准备让他继承我的位子，迎娶月影。什么人？去看看！